being everybody in agreement, I now declare item point 15 adopted as a whole. Thank you very much.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歌声中，一座宋元刺桐城穿越千年徐徐浮现。22处遗产点如22颗明珠，串联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璀璨王冠，让后世的人们窥见了盛世一隅。直到14世纪，即中国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洋贸易中蓬勃发展，曾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往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中世纪的两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将泉州港称为刺桐。在满城刺桐花红似火的东方第一大港，停泊的商船成千上万，可谓风帆遮天蔽日，货物堆积如山。泉州有得天独厚的这个航海条件，它是一个天然的良港，它处在这个河海交汇的地方，泉州人有着梯航万国的航海基因，他们自古以来就面向海洋发展，他的生业就是朝向海洋的。14世纪，泉州应该说是闻名于海内外的一个东方贸易大港，在中外旅行家的记述里面都有表述，所以泉州真的是一个刺桐传奇。我记得有以前有卖那个装修的这些材料的企业哈，建材这些，现在都没有了。环球电器这一家的，其他的已经没有了。嗯。哦，在。始建于南宋年间的水门巷，见证过千年前的洲际往来、商贸繁华。哦，就在这。一大清早，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文保部的费丽华与林永峰来到了水门巷市场。啊，对，我们那个开元寺里面那个宋代的那个船呐、我们要修了。那你们现在就做的那个油灰，就是那个用的是还是传统的工艺吗？坐船的一定要用这个麻绳敲去来混合下去做，那些比较有粘合力。那你这个是用海里壳灰吗？这个是壳灰。这个也是用壳灰做的，但是这以前的壳灰跟现在的壳灰当中，就是逐渐有点差一点。这个桐油的味还是很纯的，很重，然后粘度也行，挺细腻的，这样挺好。这个部位还要再加固一下，可以，然后现在可以给它用力。这艘发掘于泉州湾后渚港的古代木帆船，是泉州海交馆的镇馆之宝。1974年，它曾在考古界引发过轰动。沉船出土部和科学考证表明，它是13世纪泉州造的3桅远洋商船。运载着大量香料、药物等商品从东南亚归来。
这个油灰肯定要以后要这个要全部要重新再给它清理掉，然后再重新处理，效果还是挺好的。对，由于年代久远，古船易出现糟朽粉化，遵循原有结构和制作工艺的修复，才能让沉没的古船重焕新生，继续航行在历史长河里。船板之间的接缝，还有造船的时候就是要打那个铁钉，那为了防止这个铁钉接触这个海水会腐蚀，所以它必须呢表面用这个油灰来给它封闭。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修复呢也还是使用这个传统的这个油灰材料，所以呢做了这个这么多的那个按照不同的比例配比啊做了这些样品啊。这艘船呢，它是一艘这个远洋的应该贸易的船，有这个载体的话，他们才会也有现在我们这些遗产的价值。这处古朴的码头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站，唐开元年间，海商林鸾在这里利用天然礁石修建渡口，历尽艰辛开通了泉州直航伯尼，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航线，因此石湖码头又被称为林鸾渡。码头的礁石上细细密密层层叠叠落下无数商人船工的足迹，如今这些古老的石基阶梯仍是当地渔民淘海归来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前呢就是那个这个桥头那边呢都是停船的地方啊，以前都停船的地方也有渔船啊，有商船啊。林鸾渡从这条下来，这里是一个古码头，就在这里了。古码头就在这里，你看这里还有那个找出来那个一只一只的那个一只一只的梯子，你看这里。现在那个货运码头啊，都已在那个在北面那个六圣塔后面的那个了，西湖码头了。郭景专，17岁开始闯荡大海，深耕在航运行业一线已有30多年。他出生的石湖村。常住村民5000人，70%村民都姓郭，其中部分郭姓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千年前，因贸易往来，不少国外商人留在泉州生产生活，繁衍后代。直到今天，从事航运与外贸依然是石湖及其周边民众重要的生产业态。六圣塔嘛是那个宋延熙后建的嘛，它起到一个航标的作用。我老爸改革开放也是开始搞船啊，还有我现在我儿子在接班，现在等于说我知道了历史5代人都在搞航运呢。我们是阿拉伯的后裔了，你汉人哦，都是那个，都是文物，这个墓碑啊，都是方形的，唯独我们那个文物喽，那个墓碑啊是那个这个半月形的，这个跟以前跟那个泉州圣墓了那边的圣墓哦是一样的，唯独能够留下呢，历史可以考证的就是这个墓碑了。数以万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人、传教士。聚在泉州城，世代居住，与当地的政府官员、皇族、精英、平民共同构成宋元泉州的多元社会群体。我们所谓的这个水陆联运的交通网络的话，就是由一系列的桥梁、道路，然后码头，还有航标塔这些来构成的。那么它的话形成了一个纵贯南北的一个沿海大通道，所以的话石湖码头它是泉州外港码头一个非常珍稀的物证，那么实证了当时泉州这个非常优良的一种建港条件。涛声与海风轻声描绘着当年的竹炉千里，不远处为当时的潮声翻影指引方向的六圣塔、万寿塔
傲然耸立。他们共同见证了古代泉州港最为繁盛辉煌的时刻。一箱箱洋溢着异域芬芳的货物，从远航而来的帆舶上被卸下来，而一艘艘满载泉州产的丝绸、茶叶、陶瓷等货品的商船，也从这里驶向远洋。安溪夏草圃静卧于青山绿水间，风拂过山谷，在盛夏之中也有凉意，让人很难将这片阴阴绿炭与千年前红火炽热的冶铁业联系起来。我说这是宋元时代的瓷器吗？应该还是一个器底，它主要现在圈足还保留比较完整，但是它这个上部完全就残掉了。2019年10月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这里开展了长达2年的考古发掘。北大博士生李嘉盛全程参与了冶铁遗址发掘和遗址展示馆的规划展陈设计。申遗成功后，夏草圃考古发掘进入了第3期的收尾工作，宋元时期的人类活动面将完整呈现。第3期的这个发掘从2021年4月份开始，其实主要就是解决一个遗址里面取水和用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遗址里面不光有冶炼，还有这个工人的一个居住生活，一个同处于同一个区域之内，所以呢，在这个区域之内一定要有一个用水的地方，可以让他们进行更好的生产和生活。北宋咸平2年，官方于安溪青阳设置专制铁厂，青阳铁厂自此名载史册。五浪山脉，取之不了，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远处4通8达的水路和直抵晋江，这座得天独厚的冶炼厂，吸引了4面8方云集而来的能工巧匠。熊熊炉火燃烧了500年。这个是我们编号第4号的这个炉子，然后呢，它和之前我们遗址发现的其他5座炉子，其实在性质上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它应该是一个锻造用的锻炉。在夏草铺遗址内是发现是6处炉，3号炉子是我们遗址内体量最大的一个炉子。然后呢，它呢是前后有过多次的毁弃和改建。然后呢，这个5号炉子和6号炉子两个都是现在破坏的比较严重，只剩一个圆形的炉底。夏草圃冶铁遗址是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古发掘的快炼铁和生铁冶炼并存的遗址，其冶炼遗迹、出土遗物，展现了宋元中国东南地区冶铁手工业遗址的独特面貌，是古代中国先进冶铁技术的珍贵见证。这种草呢，你就不能让它长，长出来，因为现在是这种是夏季嘛，那个草很茂盛，你不能让它长高了，长高了之后呢，这个拔出来的时候连土都会掉。下雨天呢，我们就要把里面的炭荒里面的积水啊，还有会我们的外围的水，水沟全部要给它排好。余庄林是夏草圃土生土长的村民，曾是考古队的专职司机，在和专家们的相处中，被家乡的这座千年宝藏深深震撼。他主动承担起文物保护员的工作，开始跟着考古队员学习田野考古发掘基本方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深度参与到保护家乡珍贵遗产的工作中。水泡的太多，这有水泡吗？不是，2019年的时候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就，那是我们在现场就学的。这是我们祖先的嘛，因为我们青阳村全部是姓余的，所以说你看这是在我们村里哈，我们不去投过，他还能指望别人吗？还是说叫别人来做？最少来说，按我们的现在的说法怎么说？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我们就要把它该做下去。
宋代《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道：庆历五年，青阳铁冶大发，即制铁物于泉州。据《岛夷志略》记载，泉州海船行商涉及海外地名200余处，将铁制品作为贸易商品的国家或地区共有48个。一件件铁器通过海洋商贸走向世界，与德化窑、磁灶窑产出的陶瓷制品共同成为了沿线百姓争相抢购的抢手货。瓷器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商品，在外销的刺激下，位于泉州西北山区的德化县凭借丰富的原料成为外销瓷的产地。伟宁窑揭露出来呢，它是横跨宋元明清4个朝代，生产的作坊区了，还有这个瓷土的加工区了，是第一次全面的展示德化窑完备的这个体系。我们有3条的瓷板古道通往赤崇港，然后从赤崇港走向世界。德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瓷器生产技艺高超，造型丰富，生产出了大量带有东方温润与细腻的美器。宋元时期的德化瓷器以白瓷、青白瓷为主，依靠泉州海商瓷帮远销海外，从此这一抹白让世界为之沉醉。德化窑以白瓷名扬世界，瓷灶窑则以酱釉、绿釉独具特色。在闽南沿海地区，大量的西式洋楼、翻仔楼秉持着红砖配绿釉的审美，这些绿釉平式栏杆、花窗等与千年前远销海外的瓷器在工艺上一脉相承，都出自于晋江瓷灶窑。同时，在出土的大量外销瓷中，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而特制的产品钧瓷也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种专为穆斯林打造的注水用具，在器形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是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典型物证。那在我们这一个商品产地呢，是有2个窑址，其中一个呢是我们晋江瓷灶窑址，就金教乙山窑址，以及我们这一个德化窑址。那在这一个德化窑，它的白瓷它主要占领的是这个海外的这个中高端的这种市场。瓷灶窑它生产的一个产品是以中低端的这种商品为主。瓷灶拥有26处古窑址，其中金交椅山窑址是瓷灶窑系中记录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窑场选址精妙，地处丘陵地带，瓷土丰富，植被茂密，境内梅溪穿境而过，水上交通便捷。而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为占领市场，工匠们在技术革新上下了大功夫，调制出青、绿、黄、酱等不同釉色，且外销商品在器形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使瓷灶窑在市场有了一席之地。两边对称，两边都要压，这样那边扁一些，就给它搞出来一点点。嘴巴的图太小了，太薄了。吴炳峰出身陶艺世家，在经过了60余年与陶瓷的相互打磨之后，退休的吴炳峰依旧不舍得放下手中的刻刀。每周三下午，他都会来到瓷灶县岭畔小学，义务给孩子们教授陶艺课程。
主要是这个短行李咯，我什么什么呀？啊，回早子，你说那无一下来哦，都是无人咯。十外岁，我是有伫阮厝内，阮对阮老的因怀记咧，顶阮南怀记咧创上个啊。啊，伊咧做，咱计嘛待咧伊身边伫咧看，伫咧学。层层叠叠的厚重瓷土，被窑工们以巧手画成各种日用器皿，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外销陶瓷品牌。海风悠悠荡起，瓷造窑不息的炉火照亮了洛阳桥南来北往客商的笑脸。泉州桥梁中名气最大的就是洛阳桥，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跨海粮食大石桥，以首创的筏形基础和重力固基法名垂建筑史。它开创了中国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江海交界处修建巨型桥梁的先河。千年前洛阳桥建造的时候，我们从海蛎子这边受到启发，海蛎子养殖到桥洞上，它就密密麻麻的那长起来，加建了，那起了那个粘合的作用，那比水泥更牢固，所以是了不起的科技创造。成为遗产点后，洛阳桥也迎来了更多慕名而来的人。78岁的陈德山已经当了30年的洛阳桥讲解员，但只要说起洛阳桥的故事，他依然兴致勃勃，滔滔不绝。从前洛阳桥下的潮水不似如今的沉静，当时江口两岸的百姓只能通过万安渡渡船来往，由于台风和大浪肆虐，这里时常陷入半瘫痪状态，商旅往来未起险。于是北宋皇佑5年，时任泉州知府的蔡襄开始主持洛阳桥修建工程。如果说洛阳桥是由官方主持建造的历史奇迹，那么安平桥就是官方、宗教人士、商人及平民共同参与的一项浩荡工程。它是世界现存最长的中古时代粮食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22个遗产点的价值体系里面，例如我们这个交通网络，它是由这个2个航标塔、3个桥跟2个码头所构成的。那里面就包括万寿塔、六圣塔。桥的这个分布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沿着这个从北往南的，像这个洛阳江上面的这个洛阳桥，那晋江上的这个顺济桥遗址，以及石井江上面的安平桥，还有二手外港的石湖码头，以及城市南郊的江口码头。世界遗产名录本身是想要通过这些代表性的遗产来去反映全球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历程。遗产点本身的话，他们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它代表了某一个时期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那么这个遗产体现出来对这个重要发展阶段的一个贡献。泉州遗产讲述的海洋贸易故事是从海洋的视角，对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一次深度解读，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示农业与海洋文明交相辉映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大家都说古代航海传统里边有地中海的航海传统，印度洋的航海传统，那么泉州应该是古代东方或者说中国人的航海的传统，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泉州先民争程向大海，弄潮与波峰浪尖，把爱拼敢赢渗入血液，他们虔诚焚香向万神祝祷，而后扬帆远航，搏击商海，
用勤劳、智慧和无畏照亮了海上丝绸之路。这座城市的多元与包容，时至今日仍然令世界赞叹。在潮起潮落、沧海桑田中，刺桐城万众瞩目，星光披身，他骄傲地为彼时的世界率先做出了一次示范。哪怕相隔重洋，我们的手也终究能紧紧交握。